这天阴得太厉害了，我现在已经找到这个公园了。公园的那一头有一个建筑物，那个有可能是今天倒数第二站，也有可能是今天是倒数第一站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。我就绕着公园走一圈，然后我就准备看看是不是该回家了。这公园环境非常的好，我觉得你看欧洲的公园啊，都是这个水里都能养鸭子。哎呀，这几个鸭子搁这休息呢，看着了吗？在这儿休息，那两只在那游呢，但是没有鹅啊，现在没看到鹅。